蛋哎，它真的都包在里面。辣辣的，然后马上就有椰奶的味道，嗯，很开胃哦，有点辣，一点有点辣，嗯，很开胃，嗯，它是冰的，但是好吃哎，那个椰子味还有有点像那个乖乖椰子的乖乖。这个面包是没有烤过的那种，不软的，但它不厚。哦，这好吃。我是虾球哎，不是说到很浓郁，有一点淡淡的沙茶味。哎，对对，有一点沙茶味，然后它又加了那个荆棘，所以有一点酸酸的荆棘，再加沙茶味道。一块鸡胸啊，肯德基的味道，肯德基味道，嗯，它炸鸡，嗯，好吃哦，好吃哦，我也很排斥嘛，哇，所以它应该有腌过，腌过，它鸡肉本来就有点味道。刚刚的炸鸡吃起来像肯德基的味道，结果一看菜单，看到那个收据这边写 KFC， 吃肯这个真是那个肯德基的。好像是在一个广场里面有屋顶的路，海鲜在这边自己挑实价，然后他有告诉你说每一公斤多少钱。这当地沙巴素食菜，嗯，这个炒虾酱、炒蒜都好吃，炒鸡蛋都好吃。我的龙虾主角来了，哇！哦，很重呢，很重呢。哇，真的很赞哦，很扎实。嗯，好甜哦，嗯。没有吃过这么大只的，嗯，好有弹性，它的肉其实有一点点那种粉红色的样子，一点点的，那会半饱。对啊，真的是难得吃龙虾吃到没有饱足感。这个是小份的虫，像广虫，哇，小份这么大的。有那个乌妈咪的味道，很鲜的，嗯，很鲜的。啊，超级大只的啦！你看，哦，还 Q 弹哦，哦，很扎实。泰式的味道，我好喜欢。看，哇塞，好厚哦！
多东西哦。甜哦，中药味。用米的它就可以脱骨了，因为它也是感觉也是用中药炖出来的。没有吃过泡菜，它的口感很滑顺，很嫩的那种菜，滑滑的。它有甜味，但是不是齁甜的那一种。我这一杯它是现烘，它是自己的机器，都很清爽，很口。我们到了曙光百货。啊，这样子。鱼肉加豆腐，鱼肉加豆腐。鱼米饭，好扎实，好大锅，我翻面都不上的。好满，好紧凑。饭哦，你要洗我怎么吃得完吗？炭烧咖啡，但很好喝。我们喝榛果奶茶，哎，好好喝哦。不会是那种甜的饮料，在点饮料的时候，他不会主动问你。对啊，他应该是可以。他我就觉得他的奶真的不太一样。这一家的榛果奶茶真的很好喝，再来买一杯。我们的饮料好了，耶！
多。